听说泰国要征兵了，今天我们来看看泰国奇葩征兵现场。每年四月份是我们泰国小男孩最重要的节日，有的人很开心，有的人吓到晕倒。因为我们泰国是全民服兵役的国家，只要满21岁的小男孩，每年四月份都要去抽签当兵。如果抽到红色，恭喜你，你会对泰国贡献当兵2年；如果抽到黑色，你就不用当兵。只要你是泰国男人，不管是人妖还是和尚，都要得去当兵。摄影师上素材。这是谁的表妹？谁的梦中情人？又是谁的姐妹？你看她这妩媚性感的样子，萨瓦迪卡都那么妖艳。我们来看看她抽到红色还是黑色吧。看这兵哥哥女里女气的，不会也是姐妹吧？完了完了，看她这么高兴，肯定是抽到黑色了。接下来是个泰国的精神小伙，警官让她深呼吸放松。完犊子了，瞬间嗝屁了，直接被抬走了。泰国征兵有一半是塞班，国家未来堪忧啊。小灰灰也在网上搜到过我们中国的军人，他们走正步的时候，哇，这太帅了。好了，摄影师不拍了，我要去看藏獒去了。